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新的一天，我们又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恳求主啊，能够在清晨的时候啊，就把他的话语开启，让我们这一天就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我也是道路。”唯有我们明白主、认识主，更深的来与主同行，我们才能够得着这生命、真理和道路。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话语。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话语是在以弗所书的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哦，我们看到哈，其实在整个三章的时候，他写到了这样的教会的崇高的这样的使命。教会的使命的一个是宣告这样的神的这样的智慧，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更加详细明白基督的这样的大爱。那在昨天的经文中哈，保罗特别的用奥秘啊，奥秘这个词哈，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这个词来表达，来基督在这样的智慧哈，基督的这样的智慧，因为这样的神哈，通过这样的世人所嘲笑的、所咒诅的那样的、这样的看似哈撒旦这样的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来彰显他的救恩，使那些看似这样的不能够这样的和好的这样的关系哈，能够最终哈因着十字架上的这样的大爱，因着十字架上的宝血，因着十字架上的这样的能力，使这样的合而为一，使能够这样的和解。所以呢，这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智慧，这是神的这样的恩典啊，这是神的这样的奥秘。在今天的这样的经文里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哈试图哈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十字架上的大爱。因此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一开头，也就是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父的面前这样的屈膝。啊，用父这个词哈，就表明他跟天父的这样一个关系哈，就是好像父与子的这样的关系，是很这样的亲密的这样的关系。但是在这里他说用屈膝这个词，啊，就是跪下来，就是谦卑的这样的跪下来。那屈膝在这里代表的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这样的敬畏啊，或者说感激，然后或者一个谦卑和顺服。当一个这样的受造物哈，当作为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明白自己的这样的渺小还有不配，当他知道神的这样的伟大，当他知道神的救恩是这样的浩大，神的全能是这样的无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哈，无论是心理上和生理上，我们都有一个反应，那就是屈膝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当他
求神能够来除去他生命里面的这个苦悲的时候啊，但是他仍然祷告说：“主啊，啊，若是你愿意的话，我愿意顺服下来。”那个时候，他屈膝在上帝的面前，他谦卑的匍匐在上帝的面前。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骄傲的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虽然作为好像是神的仆人，是服侍这样的神的，是在圣殿里面做事工的，但是他们的服侍常常是满了骄傲啊，常常的是没有谦卑。他们常常是站立在圣殿里面，或者站立在十字路口，在向神来祷告。这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常常的提到祷告这个词啊，整个以弗所书到处都有祷告，他常常的是用祷告来感谢，常常的用祷告来代求，祷告成为保罗的这样的整个生命。更是这样子的是，保罗他的祷告里面是真的充满对上帝的敬畏，对神的这样的感激，对在上帝的救恩面前的一个谦卑和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我们的祷告，虽然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好像我们是屈膝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其实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掌权，自己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心还是没有屈膝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其实是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通过今天的这一14节的经文，让我们都能够屈膝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怀着敬畏的心，能够感谢的心，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感谢他。我们再来看一下16到21节，16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19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在这里这样的保罗真的是用了他所能用到的词汇来描述神的大爱尤其是在18节里面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在这里用到长阔高深这个词长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这样的久远，那自创世以前他的救恩已经预备了，而且是永恒的这样的救恩。那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阔就是很宽阔，就是地上的万族都是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他们。那高呢，我们可以看到高过诸天的这样的爱比所有的这样世间的爱都要高。那深呢，是深过人类所有的爱，深过人类所有的这样的苦痛和罪孽。这一切的这样的爱，这样的耶稣基督的爱，圣洁的爱，比世界上所有的爱都要长阔高深的爱，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在这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就是这样的爱的能力，人世间也是如此只有爱可以这样的征服人心可以，只有爱可以牺牲，愿意牺牲自己，只有爱能够给人喜乐，只有爱是这样的永不止息。但是呢，哪里能够可以找到这样伟大的爱？哪里可以找到这永不止息的爱？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真正的爱呢？这永远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爱从人世间找不到，
从这个世界找不到，只有从神那里可以找到。所以说，圣经说神就是爱啊，而神的爱哈、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哈、啊，作为一个这样的，他的这样的虽然是神哈、啊，但是呢，他却降在人间哈、啊，能够是道成肉身。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人类住在我们中间，是那样的卑微啊，是那样的渺小啊，这就是最奇妙的爱。他本有天上的这样的荣耀，但是他却来到我们这样的完全的充满罪的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中间，而且呢，他在这世间受唾骂、受辱骂、受指责、受怀疑啊，他的门徒也远离他。而且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竟然是被他这样的本来要来拯救的人所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当下面的人这样的说他，你如果是神的话，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吧。但是他说真的是为了救赎这群人，他仍然的谦卑自己，软弱自己默默无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了这一切这样的救恩。所以这上帝的爱真是无法测度，他的救恩这样的远及这样的创世以前，他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而且他复活在这样的天上为我们预备居所，他差派圣灵的保惠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仍然这样的有信心，而且我们有指望，我们死后仍然要归到天家里面去。所以上帝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所以在这世界上，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那永恒的爱，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是带着这样的权柄的这样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还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渴望今天的这段话语，让我们能够圣灵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永恒的大爱里面去，让我们一生能够紧紧的依靠，能够活在上帝的爱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这大爱出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耶稣差派主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让我们能够今天能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恩典。主啊，我愿让我们的每一个信徒，我愿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都能够明白主你这长阔高深的大爱，让我们一生也能够活出这耶稣基督的爱出来，让我们一生主啊来效法你，主啊能够来跟随你。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